你好，李雪瑞，恭喜你今天战胜了本次赛会的6号种子德国的选手。你的第一局在领先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下被对手追平，然后打得还很激烈。那个是为什么呀？可能领先就开局打得比较好吧，然后领先比较多了之后人就比较松，然后因为是对手是欧洲选手吧，他整体比较有力，然后自己的一些球路被他抓住了，所以说打得比较被动吧。不过后面关键分的时候自己抢分，就人还是比较紧凑，然后抢分这种打得比较果断，所以说还是拿下来第一局。下一场比赛，你有可能对阵中国的你的同胞，中国选手王一涵。如果他今天也战胜对手，那么对于这场比赛你是怎样准备的呢？首先还是就是自己准备充分一点吧，因为当然我也想拿下这场球吧，因为第一次打这种比赛还是想尽量打好一点，然后因为对手就比较熟悉吧，所以说尽量把自己的东西发挥出来就比较好。这是你第一次到丹麦参加丹麦公开赛，你觉得丹麦怎么样？挺好的，就是有点冷，然后风景这些也挺好。丹麦童话嘛，这就看这些房子啊，这些都感觉跟小时候那种童话故事里面的比较像。好，那谢谢啊，希望你在下面的比赛里面继续努力，好运。